心嘅畫面有得睇咯。個總公司真係唔係重點，個秘書先係重點。你可以調戲個秘書啊。其實我想中意你沙發，咁個理由咧其實都幾膚淺嘅，因為佢個主題曲。做失物我都 OK 嘅，嗱我份人咧就冇咁高要求啊，但我咪中咗，啊！大家，我有冇眼花？大家？咁多位，今日呢一只 game 咧就系、是、一只做老细嘅游戏嚟嘅。咁我哋今日咧就系、是、玩一只叫《未来战》嘅手机游戏。咁佢系以都市科幻啊同埋呢一个未来末日作为背景嘅育成啦同埋策略手游嚟嘅。就咁讲咧，可能就唔系太过吸引，系咪？唔紧要，我都知道美图咧系好难讨论嘅，所以我哋即刻入去呢一个 game 画面嗰度啦。好啦，嚟到呢一个游戏画面嗰度啦，做得老细嗱，人少少认咗佢啦，咁梗系请靓女噶啦，系咪先？我可以同大家讲呢一只 game 系真系乜嘢角色各样嘅。美少女都可以找到的，因为它是有成百几个的制裁者可以给大家去抽的。那现在就先开回这个主线给大家看看。那因为这里呢其实有个故事的，简单来说就是这个世界呢其实就面临着这个末日的危机。那我作为一间私人公司的老细，那我就呢有些雇佣兵这样，那我会派他们出去打的。那中间呢其实都会有些剧情的，我们打开来看看。我居住他，哇是哇我嗱，有動畫睇噶，真係有嘢睇噶，大家嗱，大家我真係唔呃你哋，佢個動畫咧真係有嘢睇噶咯。但我 expect 一嚟就有啲咁開心嘅畫面有得睇咯。呢個 game 係開心嘅，係開心嘅。我絕對沒有想嚇你的意思啊！要維持良好關係，一點親密接觸是不可少。話喺呢個同我理解中嘅友誼好似有少少唔同喎。哦，佢哋兩個都係新人嚟嘅，因為依家咧其實係我開始係啦，僱傭啊啲新嘅人啦，依家嚟到呢一個組隊嘅部分嗰度啦。咁暫時嚟講咧，其實我抽咗手抽噶啦，咁我抽中咗千夏，咁我自己上網睇翻咧，其實千夏個評價都係唔錯噶。咁我先掉咗佢落隊先啦，跟住其他冇話特別好出眾咯。但我想講，其實呢一隻 game 啲女女真係超靚咯。我轉頭俾你哋睇下佢而家咧仲有得抽啲乜嘢嘅角色啊。好啦，入到嚟呢一個戰鬥畫面嗰度啦，咁其實我就要打呢一隻咁嘅魔獸啦，咁但係其實我諗而家難度都唔高嘅，因為我本身劉米娜，即係簡單啲嚟講係一隻 default 嘅角色啦，其實都已經係高 level 嗰句咯。阿劉米娜係用手槍嘅，我想派千夏上場啦，上到啦，上到啦，上到啦！誒，佢嘅招技叫做文珠蘭之手咯。咁其實大家嚟到呢一個戰鬥畫面嗰度咧，係可以不斷咁樣派人上場嘅。咁有時咧就可能要CCD 啦，咁當然。咁但係如果冇 CD 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就可以係啦派你想要嘅角色上場噶啦。咁其實每個角色都會有唔同嘅定位嘅，有啲可能係輔助啊，係有啲可能係全方向啲啊。係啦，咁我冇記錯咧，其實千夏咧就係一個比較輔助型嘅角色嚟嘅。話到明我係公司老細啊嘛，一定有自己嘅總公司噶啦。如果你哋覺得啱先我請翻嚟出去打交嘅女女好正，你哋應該要睇我秘書。個總公司真係唔係重點，個秘書先係重點。超正啊個秘書！我想講咧，喺一般嘅情況底下咧，你可以調戲個秘書咯。嗱，但係又講翻正經嘢先。咁其實咧，我哋呢一個總公司啦，除咗可以調戲秘書之外咧，有一個比較重點嘅功能啦，其實就係可以協調呢一個薪金。咁協調呢一個薪金有咩用呢？當然唔係真係勞資糾紛啦，而係去獲得一啲忠誠度咁樣樣咯。其實我覺得呢一個位咧係做得幾好嘅，因為咧我同佢協商完之後啦，其實我覺得選擇加幾多錢俾佢咯。我覺得呢一 part 咧係真係好似嗰啲公司老細咯，因為大家要做開嘢都知啲公司老細咧，成日都想壓你價噶嘛。咁呢一度咧，其實係有得唔加價俾佢嘅咯。咁但係加唔加價呢啲有風險噶嘛。咁如果個老細咧一直都唔加價，或者係甚至壓你價啦，咁你都有機會會跳槽啦。呢一隻 game 咧其實有幾個選擇嘅，一個咧就係維持翻正常薪金啦，一個就係壓價啦，一個就係加價。係啦，咁你加價咧就一定可以獲得忠誠度嘅，係啦，同埋嗰個成功嘅機率會更加高啦。如果你壓價咧，係直情唔會得到忠誠度咯。咁大家要點樣同啲女女傾咧，就要自己決定啦。咁而如果協商成功嘅話啦，除咗忠誠度之外咧，其實都會幫佢加到 level 嘅。依家咧，我哋就先嚟抽一抽角色先啦。我自己個人嚟講咧，都係有啲目標嘅。咁大家見到最右邊嗰只千夏，我已經中咗啦。其實我想中伊麗莎白，咁個理由咧其實都幾膚淺嘅，因為佢著吊帶襪。當然啦，佢作為一個特擊隊員嚟講咧，都係好勁嘅，係啦，即係唔單止係好睇，咁佢都好勁嘅。其實我都係衡量完佢呢一個外貌，係啦，再加埋呢一個能力咧，係啦，而去定下呢個目標嘅。好啦，今條片第一抽 out 卡啊！其實呢一隻係得意嘅，呢一隻係得意嘅，但係佢係 out 卡，係啦，咁唔得咯。第二隻係咩啊？第二隻咩啊？第二隻都係 out 卡，第二隻最係大叔咯。科
獎啊！OK， 之後那些都不是特別好啊，嗱唔緊要，我哋再接再厲，再接再厲。我嘅十七會做咩咧？俾張 SSR 落嚟，三個星係咪啊？哎哎呀，嗱，過生物我都 OK 嘅，嗱，我份人咧就冇咁高要求，係啦，我又唔係嗰啲麻煩老細，係咪先？呢、這個我都 OK 嘅，呢、這個都 OK。哇！等先，佢呢一只咪就系啱先主线嗰只咯。大家记唔记得啱先咧？我哋主线咧咪有一个女仔话系啦，要有啲亲密接触先系一个好关系嘅开始嘛。我相信佢都会想同我有个亲密嘅接触。大家你见唔见到系呢个希望嘅曙光？我有冇望错？我系咪抽中咗？我系咪抽中咗伊丽莎白啊？我咪連續兩張 SSR 喎，大家我咪中咗，啊！大家我有冇眼花？大家我 skip 咗，大家我抽中咗，我而家去夾下先，我真係中咗，Holy！Oh my god！ 我第二個十抽，我連中兩張 SSR，What？大家我跟你讲，呢一只真系神之右手，哇中就中！呢一只 game 最抵死嗰样嘢系咧，佢条裙飘下咁样，若隐若现，太过分啦！等我带你去劳资纠纷下先。哦，佢哋要加薪 30%， 员工对于呢个协商嘅结果很满意。哇，我真系劲开心，分咗咁耐根本就唔系劳资纠纷，人哋协商咯。同埋而家先派伊丽莎白上场打，我三只女女都派晒上场打咯，劲开心喎！嘢，下一个派边个好咧？派炮兵。哇！但系啱啱一派佢上场已经打完咯，超劲喎、啊！好啦，今次嘅试玩都嚟到呢一度啦。如果大家都有兴趣玩呢一只红过研发嘅动漫手游的话咧，都可以喺下面呢一条 link 度 download 噶。亦都欢迎大家同我分享一下你抽到第一只嘅 SSR 角色系啲乜嘢啦。中意呢一条片咧，就记得 like 啦、share 啦、subscribe 翻我 channel 啦，同埋做 U 会员。咁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